子新年快到了，家乐福推荐好多好多的礼盒哦。爸爸在家乐福挑了两个礼盒，那我们就来介绍给大家看吧。我们有买 Oreo 春节游台湾抽抽乐，还有七星经典巧克力礼盒，是米奇的哦。迪士尼。那我们先来打开 Oreo 春节游台湾。哇，这里有台湾各种有名的城市。好，那你先抽哪里？高雄在这里哈。我要去见妈妈的表妹，开玩笑的啦。我们来看看高雄是什么东西。高雄是写怎样？来，我们看看来。好，这边有写哈，博二艺术特区是一个位于台湾高雄盐埕区的艺术园区。来，哇，Oreo 的脆皮酥，而且是巧克力的。接下来抽什么？台南。台南新竹棒。台南再介绍的是 Oreo 四草油壶跟奇美博物馆哦。对，四草壶是红树林的故乡，然后奇美博物馆是一个很漂亮的博物馆。嘉义。嘉义介绍的是高跟鞋教堂。高跟鞋教堂是一个海景公园哦。这个，哇，巧克力口味的小心物料，耶！再来。台北。台北介绍的地方是哪里？阳明山是大屯火山为主的一个地形景观，也是 Oreo 白色的牛奶口味。好，再来。基隆。什么记忆啊？飞机的记忆。基隆介绍的是潮境公园，是基隆有名的观海景点。这个一样的，巧克力的 Oreo。 再来哪里？台中。哦， Hello Kitty 红包，有坏啊。好，看台中介绍景点是什么。台中国家歌剧院是最大型的公有展演空间哦。接下来桃园。脆皮酥，来看看桃园介绍是什么景点。桃园介绍是小乌来天空步道，悬挂于小乌来瀑布的上方。哇，一个天空步道，这个可以去看看。脏话，说话，也是一样。好，脏话是什么景点？我们看看看。彰化介绍的是鹿港老街，是在码头区的一个主干旧街。下一个，花莲。牛奶的欧力的饼干。好，花莲是介绍什么？七星潭跟清水断崖。七星潭是花莲的唯一的县级风景区。哦，新竹。我说新竹介绍什么？米粉吗？米粉。新竹他介绍的是头前溪豆腐盐。这个很特别哦，配上城市的天际线，头前溪削坡块成了绝美的豆腐盐。米粉要配 Oreo。 来，接下来苗栗不会是栗子吧？一样是牛奶的 Oreo。栗子城，天空之城。哇，
错，苗栗介绍的是天空之城，景色相当优美，可以在这里享受美味餐点。哇，你看，这么丰富的欧里的东西耶！最多的是这个小欧里哦，吃够了，吃够了。嗯，我想要吃的是。这个好，来，我们打开看看，来。再吃个红包。红包不能吃。因为这是最稀有的，只有一个。开玩笑的啦。红包是不可以吃的。一小包的，一小包，二小包。对，而且它一包是欧米两个的，三包。三包。是六，它总共有六只。嗯。哇！嗯，牛奶。牛奶。好吃，好吃。小朋友爱吃的哦。嗯。推荐大家买在家乐福。接下来是七七经典巧克力礼盒，是迪士尼的哦。打开。哦，好多，你看，噔噔噔噔噔，都是七七的产品。嗯，有什么？你看看来。有千层酥塔，是米兰诺的。米兰诺，这个也是米兰诺黑巧酥。新贵派。花生口味的那个是什么？巧克力。巧克力。还有七七乳加巧克力。试试看，七七乳加。加辣口味。加辣巧克力。这种花生。里面是黑色的。黑色巧克力。对，里面是黑色巧克力，跟里层白色的不一样。好吃，我要吃黑巧酥。来，打开看看什么样子。黑巧酥长什么样子？哇，巧克力！哦，它是饼干，外面裹巧克力耶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个。对对对，巧克力饼干裹巧克力。我超喜欢这次的礼盒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要赶快去。家乐福抢购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支持，拜拜！爸爸开始吃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咬到我的手了。